罗卡到了。Hello。嗨。海边四路，今天是我们第三路。没错。欢迎来到我们露营界。亲爱的，这次准备非常多东西哦。我这一次呢，还在家里把所有的食材都用好了。我最开心的是你替我准备了海泥根。不是，这不是我买的、啊，我老公刚自己又刷卡。我们现在呢在威尼斯的露营车，我不知道多久没有看过童话故事的那个爷爷上山砍柴，奶奶在河边洗衣服的状态，为大家隆重介绍牛爸在砍柴啊。牛爸在准备我们的晚餐，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4:21，我们今天住的是这边，牛爸住的是这边，我们打算呢、啊、一起在这边晚餐。其实我们3点多就到，我有飞一下空拍跟大家讲，阿佑跟凯尔跟 Cody 啊，在这边已经玩了一整个下午啦。刚才还跟彼得聊，其实阿佑平常没什么太大耐心，不过跟小朋友玩啊，他通常都可以玩超久的。去看一下阿佑在干嘛。嗨，凯尔。这话题超快，很快吗？你们在玩什么？我在玩儿子啊！我今天也是大费周章哦，准备了好料的哦。可是自己准备了很多东西呢，我昨天呢自己弄了快3个小时，买菜然后分装啊，然后装这些东西，准备那个锅具弄很久呢。我有看到这个是林聪明砂锅鱼头，这你在哪边买的、啊、我一个月前就订了，很难订耶。现在过年快到了，应该很难订了。这个没有业配啊。林聪明真的好吃啊，老实讲我们那时候去嘉义吃，真的觉得它真的不错，非常非常难订，然后就想说刚好快过年，然后大家可以吃一个热热的砂锅菜，所以就买了林聪明。这包感觉是料比较多，对、啊，然后是汤底，那另外一包应该就是炸鱼啊，两包。啊，我还记得上次那个我老公跟他小三去环岛的时候，你们记得吗？他就讲林聪明砂锅鱼头，所以我这次我有记得，你看我对他多好，要好好照顾我的小三嘛。哎呀哎呀，小三好好教教正功。好好做，在那边闹，怎么不是老爷的？看，为什么今天买林聪明，就是因为小三爱吃林聪明。不然你以为今天有林聪明可以吃吗？我刚前面讲多好听，把它给我记起来。然后呢，我今天呢，我还自己先腌好了肉。然后还有狮子头，想说最后没吃饱可以再加进去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些青菜，我们今天可是准备满满的大青菜。牛爸，你这个是，这为什么上面要弄一些青菜？因为新的铁会有一个铁味，所以我刚刚在洗过之后再上植物油，然后再加热，然后再上一些菜，然后炒过之后铁味就不会比较美。这样有蒙古烤肉的感觉。现在就是新年快乐，老板恭喜发财，王年终20万就好，好算你便宜40。喂，这个啦，再回。赶快啦，做什么啦？你要年终啊？跟你要年终还差不多嘞。好了，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都说钱都放你那边呢。别屁！好啦，今天要煮什么给我吃？今天喝西北风吧。你们有订外汇吗？我有订糖葫芦。有订糖葫芦，没错没错，我没走错。今天不要失败哦。听说糖葫芦真的不简单哎。我有烘焙以及，问我就对了。真的吗？烘焙以及跟糖葫芦有关系？有关系啊，那有关系啊，我们要煮糖浆啊。对耶。对啊，什么时候焦化，什么时候变焦糖，是不是那个moment很重要？我都知道。对对，真的。就是、那个颜色一变的时候，你马上就要。对对对，那个触感，那个要有经验。好，来。老婆很无奈。Never was the last word that I heard you say before you hung up the phone.
silence. Never thought that it would go this way with you wanting me gone. I don't believe.你说这边厕所怎么样？录音区的厕所，那你好好讲。我觉得干净，往旁边点，但是没有高级感，没有高级感。然后你刚刚 不是、啊，哎，要讲这种事情，大家都闪很快，刚不是讨论很开心吗？你刚刚是这样讲的。好了，我觉得啦是干净的啦，因为我刚刚去大便，你知道吗？你把它弄脏了，没有，我还特别，你知道，因为干净到我还要特别拿那个水冲一下，然后再擦过。哦，就是这边，我是认真，这边的厕所就是普通啦，对，就是没有比别的地方干净啦，别人比较干净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比较大众化。好好。哎、欸，看起来很漂亮哎、欸，是色香味俱全，真的。一定要帮我的菜打个卡，大家都围着你这锅哎、欸。天哪、啊，我真的是受宠若惊哎、欸！你们要签名吗？我可以帮你们签名。我不需要，我不用啊。我要香王冠。好我要开锅了，各位，可以吃了。好紧张哦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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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！哇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欸、到嘉义的感觉就是这样子而已。一碗收费200块就好，我排队排了一个月。你们看，没有人要买吗？有吧？罗卡要买啦，200块。聪明呢、欸，嘉义名店很难买哎、欸。老板娘，品尝一下我的牛小排。我们交换一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可以。这是我们。请了大厨，他投资了300万所做出来的牛排。我知道这个老板在炒的时候满满的用心，对，知道了各种经验，有300万的价值。我们来吃吃看。哦，很好吃呢。我觉得林聪明的砂锅鱼头吃起来还是真的算是蛮好吃的，可是听说家人都不吃林聪明，为什么？就是他们都吃更在地的，我们不知道的。哦，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对，那我们就去吃吃看，来吃吃看他的菜。他的菜啊，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炖了一下，所以他其实吃起来蛮入味的，那个沙茶味跟那个辣辣感都有在，重点是吃起来有那个菜的甜味融合在里面，很好吃，蛮好吃的，推荐大家可以买起来，很好吃呢。牛扒菜用铁板，我们走的是浮夸路线。哎、欸，这个弄起来真的会比较好吃，因为有多了一个碳香味。牛扒用了龙眼木，还有碳在底下，然后这牛小排看起来，哇，厉害。现在大概是晚上的8点多，大家在玩仙女棒，很漂亮啊、哦。哇，小心哦、喔，别掉，小心，不能靠人家太近哦、喔。哎、欸，这次看起来成功哦。对，应该吧。不知道，有样子了，有样子，有样子，有样子。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9点，录影最开心的时候啊，其实就是晚上的时候，大家聚在这边。收东西的时候就不怎么开心了。对，我昨天在准备东西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厌世。可是现在很开心啊，你看大家就是在那边弄一个火，然后天气有点冷，聚在一起，然后就可以聊天聊八卦，对不对？讲什么八卦？等老婆都不在的时候才可以讲。好哦，我等一下监听直接讲。哎，对，你今天住那边，其实监听很方便。因为我刚刚已经架好镜头了，你们刚刚讲我都知道了。哎、欸，该小心一点，该结尾了，剩下我要睡觉了。结什么尾？我们等一下看八卦，在那边等。好了，拜拜。Like the moon needs the sun, 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aid night.